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测试的是书包防水哦。今天我们用的是巧克力牛奶，有一个卫生纸要倒这个巧克力牛奶哦。你看，哇，它都没有渗进去耶！你看它表层是巧克力，你看这个水多夸张，对不对？对，还可以在上面跳舞。好，那我们把它擦掉。你看，哇哦！你们看，真的不用洗书包哦。洗书包很容易变。很容易破掉哦。你们可以看，它其实真的轻轻擦，巧克力都擦掉了。再一次。好了，等一下哦。好，它倒上瘾了哦。好，它这个防水抗菌、抗油污的这个功能真的蛮厉害的。所以其实这个书包是不用洗的。就是其实擦一擦，如果小朋友上学很容易像果汁那些弄到书包，妈妈就会很烦恼。那我觉得这个书包的这个抗油污跟抗菌的功能真的蛮厉害。你看，干净吧。